我们一共准备了两个节目，第一个节目是 Far Off View， 传说在万语之前，人类可以自由飞翔，随心所欲，要有多高就有多高。但在人类迷失之后，超能力逐渐下降，肉体逐渐损毁，如同折翼的天使再也飞不起来了。于是人类开始发明马车、汽车、船、飞机等交通工具，空间被局限了，幸福也渐渐流失了。朋友啊，现在当务之急便是把超能力收回来，让我们的灵魂能够一飞冲天，到时我们便可以骄傲地说 I'm proud that I can fly。